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仁、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机场迎接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9月25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9月25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以及随同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和技术人员，叶剑英、郭沫若、阿佩、阿旺进美、傅作义、廖承志、周建仁、姬鹏飞、吴德、萧劲光、张毅、白相国、韩念龙、王国权等我国各方面负责人出席宴会作陪。周恩来总理等在欢迎宴会之前还分别和日本记者团、技术人员照了相。来总理在宴会上致祝酒词：尊敬田中征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日本首相田中国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及其他的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2000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的时候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致祝酒词：周恩来総理閣下並びに
国内设计的革命。この度主要恩来総理のご招待を受け、日本国の総理大臣として、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致辞中说：“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期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谈到日中关系时，他说：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沉沦在过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我认为现在日中两国的领导人为了明天进行会谈是重要的，为了明天进行会谈，也就是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坦率而有诚意的会谈。我这次前来此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愿望同伟大的中国及其国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两国能够一面互相尊重对方同其友好国家的关系，一面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表示，为要把日中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绝对必要的，我愿意完成这一重任，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先后为两国领导人的健康，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9月26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继续会谈。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我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方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吉田健三、木内昭印、高岛一郎、桥本树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韩念龙、陆维昭、张香山、王小云等。9月26日晚，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以及随行人员，由外交部长姬鹏飞、国务院文化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等陪同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城，修建于公元前3世纪，它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6000公里，是我国古代的宏伟建筑之一。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访问期间，由外交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等陪同来到长城游览。前来游览的还有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和田中总理大臣的其他随行人员。田中总理大臣在游览过程中不断赞叹长城的雄伟壮观，他说在古代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建造这样的建筑确实很伟大。中总理大臣等在前往定陵游览的途中下车观看了中国古代石刻。田中总理大臣来到了定陵，定陵是中国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人们称它为地下宫殿，总面积为1195平方米，由前后中左右五殿连接而成，没有梁柱，全部为石结构。这座地下宫殿是封建帝王以暴力强迫劳动人民在几十公尺的地下建造起来的。定陵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金器、银器、玉器、瓷器、丝织品、衣物等共2000余件。9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田中总理大臣继续举行会谈。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唐进。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以及翻译林立运、王孝贤。双方从8:30开始进行了1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田中总理大臣一行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叶秋等陪同来到这里参观。是明清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田中总理大臣还参观了中国古代的绘画书法艺术。写绘画书法作品题材多样，风格不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优良的艺术传统。这里展览的是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珍贵历史文物。这件金缕玉衣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穿的藏衣。
是东汉时期的文物，飞驰着奔马，右蹄踏着一只飞燕，造型奇特优美。这张国画是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距今已有2100多年。整幅国画从下到上表现了地下、人间、天上的景物，有的出自传说故事，有的取材当时阶级社会的生活，有想象，有写实。这幅画是我国古代国画中的杰作。9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举行第四次会谈。9月28日晚，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应邀出席了宴会。大屏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等出席作陪。田中总理大臣致祝酒词：周恩来総理閣下、並びにご列席の各位。田中总理大臣说：“昨天我有机会同毛泽东主席阁下会见，九日中两国关系的未来以及各项国际问题广泛的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使我深受感动。我深信，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国民多年来所期望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不仅会在两国历史上掀开新的篇章，而且也是对亚洲以至世界和平的贡献。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致祝酒词：田中首相这次来我国访问，时间虽短，但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阐述和友好的讨论。本着互相谅解和求大同、生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和周恩来总理先后举杯，为两国领导人的健康，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干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于9月29日上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当天中午，大平正方外务大臣在联合声明签署后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大平正方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由于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大平正方外务大臣还谈到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他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所以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大平正方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还谈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即不能维持，在台湾的日本大使馆即不得不关闭，日中两国将尽快互换大使。9月29日下午，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一行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外务大臣大平正方、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静以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其他随行人员也随机前往。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叶剑英、李先念、季登奎、郭沫若、阿佩、阿旺进美、周建仁、傅作义、吴德等以及首都群众2000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通过两国领导人的认真、坦率和友好的会谈，中日两国之间之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人民长期愿望的实现，打开了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
这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也到机场欢送。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一行